我是欧瑞强，由2024年8月25号起，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，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，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。还未有乐游卡的就快点申请啦。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不用换卡。详情看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-1388查询。